较早咧咧卖时吼，是安尼用竹头打咧打，啊，就即个我切。我们鸭肉都是选那种现宰鸭，然后不用冷冻的鸭。这是纯老面皮下去做的，那个百年的老酵母哦，每日哦有一块要做酵母，隔天再发酵。7月21号星期六晚上8点，公视频道《美味縱貫現》精彩呈现。